狗狗可以吃鱼肉，吃鱼肉可以补充狗狗体内所需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及维生素 E 等，同时鱼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、蛋白质等。鱼肉中的脂肪含量和胆固醇含量低，狗狗吃了后不易发胖，容易消化吸收。但是主人在喂食的时候要注意把鱼刺挑出来，不然狗狗吞咽的时候很容易卡住。煮鱼肉要用白水煮，不要放盐，调味剂会造成狗狗身体的负担。除了鱼肉，也可以给狗狗喂一些鸡胸肉、牛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肉类，而且也更方便，直接用白水煮熟之后切碎和狗粮一起喂给狗狗就可以了。